运输的啊。啊，陆空应该是陆空的陆空，对不起，应该是陆空两方面的一些这个交通管制啦，还有这个车站啊，机场去看一下整个疏运的情况。那么非常谢谢啊，在我们所有各个相关的单位大家共同努力之下啊，那么起码到目前为止，我们整个的疏运啊，这个空运啊，包括海运啊，我们海运也启动啊，那么还有这个陆运各方面，这个应该都还算顺利。那像空运方面呢，离岛啊，那么金门因为有这个昨天起雾的关系啊，今天我们连这个军机都启动啊，非常感谢他到目前为止已经飞了将近，今天全部要飞是只有会飞到16班啊，这个等于说疏解我们整个的这个监控的这个需求，可以讲是非常有帮助。感谢国军的这个配合。那另外在这个。